怎么了？出轨了？有人受伤吗？是Jill吗？我去！你说什么？Jill，Jill发生什么事了？Jill，别呀！爹，我得过去。别过去！我会去搞定华儿的。别过去！不要走！ No！ 你这，为什么？两屋子东西啊！哎呦我去！没事啊，咱们就不读取了。有的时候啊，残缺也是一种完美。我是唯一活下来的。 5发霰弹强子弹，42发手枪子弹。哎，他这个文件是卡洛斯的文件呢，没更新吗？来来来来来，这是哪儿啊？这是残破的避难所 ，Carlos， 听得到吗 ？Carlos， 可恶，看来距离太远了。嗯，行，地雷弹，我先存起来吧。哎，我医药箱在哪儿呢？ 我怎么没看到啊？这儿呢？啊，这挺多东西啊！对不起，错过你们了。生化对策部队新武器说明，还有新武器呢。各位可怜虫，哎，他怎么知道是我？好消息，我带来了一种新武器，绝对能让你们重振士气。这些宝贝们叫做地雷弹，是保护伞公司军品研发部门开发好家伙，一定会比在家等你的情人更能点燃你心中烈火。他们不太容易取得，也不是很好控制，但详细我这东西绝对值得一试。来吧，看一下这东西的规格。 地雷弹是为了配合标准弹发射器而设计的，别字数聪明，把它们装进其他武器里，朝一面墙或地面发射，看看它们会留在瞄准的位置。地雷上的传感器可以侦测靠近的敌人，并在他们进入范围后引爆。啊，谢谢你的好意。走你。这是个还是像下水道的地方。 避难所？那说不定……哎呦我去！说不定就是警察局的地下，对不对？这么多人啊，玩呢？哇，得个奖杯 ，nice！哎。 小查理吗？这不是啊？什么声？哦，小查理也会显示红色吗？那挺好，其实。哟呵，哟呵。 这霰弹枪这个挺有用啊，啊挺好用，还有人了吗？没人了吗？哎，这也没啥东西了。那个混账还活着，我不能待在这里。逃离怪物。 哎呦我去，这么大啊！这地方，这是什么？中塔简介手册。圣麦克钟楼，圣麦克钟楼是一座伫立在浣熊市中心的巴洛克风格建筑，它也成为众人喜爱的地标，市民也把它视为整座城市的象征。
圣麦克教会在几位慈善家的帮助下，于1908年建造了这座钟楼。他为了在这座快速发展城市中诞生的儿童们而建。儿童们而建，他们看得懂钟表吗？多年来，钟楼的第一层一直是一个小学。这座城市在20世纪初因机电产业的发展而获得了进一步成长。圣麦克小学的学生人数也急剧增加到600多人。我去。可惜随着建筑物逐渐出现老化迹象，圣麦克小学在1978年关闭，就关闭了。搬到其他地方不行吗？大钟也被停用，钟楼附近设置了严格的出入管制，曾受到大家喜爱的城市地标和公共休闲广场就这样封闭多年。但是在90年代，保护伞公司与市长麦克沃伦联手计划翻修这个地区，并让钟楼重新开放，也做好了许多保护措施。钟楼最终在93年正式重开，浣熊市终于可以再次听见沉稳悠扬的钟声了。 OK， Good for you。我们来看看这个附近有没有一些物品。我已经错过很多了，是吧？就不要再错过了。为什么这个地方这么空啊？感觉是一个 BOSS 战的场景。哎，难了。自动存档，前面应该追逐战。你看，哎呀，又过来了。火，没武器了吧？现在啊，跳水里了。哎呦我去！居然不会游泳了。Carlos， 听到请回答。啊，怎么了？我们失败了，列车出轨了。出轨了？有人受伤吗？所有人都死了。米凯尔也死了。好贱！尼克莱让我们去送死。你说什么？该死！火变身了！哎呦我去！这发生什么事了？快回答！变成尼斯湖水怪了。哎，啊！铁板烧。哎呦我！哎呦我去！火！一身的五花肉啊！别追了！别追我了！我有男朋友。啊，这时候就应该用那个地雷弹，是不是？哎呦我去！但是我存箱子里了，哈！没子弹了，组合一下。哎！哎呀，抓住我不放！一击必杀呀！我还以为能躲开呢。哎，没死，没死，没死！你看，才注意啊，注意！没子弹了，这怎么玩啊？只能拿小刀砍了。没人告诉我是 BOSS 战呢，跑了是不是？害怕了，溜了。哎，啊，我刚才捡到啥东西了？火焰弹可以，人呢 ？Where are you 啊？哎，
现成枪子弹 ，nice。我没有地方了，先不捡，先不捡。等一下啊，我看一下啊。注意，我们先吃一个草吧。哎呦我去！躲一下子。哎，什么玩意儿？他怎么跑的没声了？子弹在哪儿来的？在左边。走路没声。哎呀，不能先捡霰弹枪子弹吗？那我就先把这个草吃了吧。等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啊？哎，现在回来可以捡了吧？还不能捡，十发子弹，还有四发，行，不要了。那用霰弹枪不就完了吗？他得等什么？呜呜！呜呜！哎呦！啊！还是要捡子弹啊！哎，这是什么子弹？地雷弹，哎呦，哎呦我去，呜呼，看看那边，我是让他停下来。是啊，啊，没地方，咋整？把枪扔了？我把手枪子弹扔了吧？丢弃。怪在哪儿呢？跑上去了。憋死的滋味。憋死的滋味。哎呦我去！我还以为能在空中打他呢，哈哈，浪费了一发子弹。来呀来呀！啊！哎。不是他掉血了吗？怎么感觉打这么长时间一点血没掉呢？他移动的时候很难击中。哎呦我去，摁晚了，这，哎，嗨。躲开了！哎呀，躲不开吗？这个？哎，我摁这个躲避了。哎呦我去！停下来，咋停下来呀？哎呦我去！
我摁了这个。不行啊。哎。啊，总算死了。啊，白嫖了一发子弹，两发，你看看，三发 ，CG 大发好啊！卡尔洛斯，你还在吗？搞什么？非得现在出故障吗？真可恶！哎，这边还有9发手枪子弹。为什么他们就不会补刀呢？还有东西没捡，啥东西啊？这儿呢，什么东西？6发地雷弹！哎呦我去，早说呀，我都没看到。哎，行，能不能补刀？能不能补刀？还特意迈过去，嘲讽呢？哎呦我去，帅不过3秒。手没了啊 ，Q 弹的轻。哎呦我去，哎呦我。穿刺了，糟糕！真有趣，你还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这哥们儿一看就是反派。我去！哇，我们爽的都吐白沫了。大妖半天后，七六，回答我，前面有，你听得到吗？怎么了？七六被感染了，我要带他去医院，也许巴的医生有办法救他。好吧，那边去。你看女主就是不一样啊，要是普通人的话咔咔两下子感染了，你就坚持住，召集警察，我会救你的，就射杀了是吧？那女主就得送去医院。你看，9:30了，史班森纪念医院。哎呀，只有坚持住，我一定会拿疫苗救你的，你会没事的。哟呵，我保证。怎么可以趁热吗？这啥意思啊？使用。啊，等我们有疫苗了，然后就可以在这给他使用是吗 ？OK。然后这个房间临时病房可以存档子弹。哎呦，大家可以闭眼听一下这个声音啊！哎呀，呵，哎呦，行，差点受不了。See this? When you see this? Tyrell， Bart 在哪儿？应该在后面的实验室，保持冷静，我就会到了。好的，没问题。看这个房间，大堂，大堂西域记嘛。哦，这有个背包。啊？有急救喷雾在哪儿呢？啊，这儿呢。
哎，我有捡现钱呢。啊，这地图挺复杂呀，这。哎呦我！哎呦我！这谁番茄酱咋了？行。那还挺热闹的。好，弹无虚发。我没时间在这耗着了。哎呦我去！哎呀！哎呦我去！吓我一跳，这哥们儿。你撤！小退一步啊！战术性撤退。不死了啊！嗨，弹无虚发。哎呦我去！就一个人啊，那好解决。那是个妹子啊，我爆头了。哦，我去，帅气！哎呀，还在这装屎啊！不是，他这个 QTE 是什么意思啊？他咬我的时候，我不认插就可以了吗？哎。不太明白啊，哎，这还有个房间呢，我都没看到，咱们在这就用突突突就行了，没事。什么史班森纪念医院手册啊，欢迎来这儿啊，谢谢。由这个基金会精心设计啊，是本地区医疗保健领域的支柱。本院除了具备最先进的门诊部和宽敞的住院部外，我们引以为傲的研究部更是国内首屈一指、最具规模的研究设施之一。我们在此进行的新型药物临床试验将会改变全美国乃至全球的医疗产业啊，确实改变了。我没有开锁器啊，能不能管劲儿借啊？这边是哪？这又有一个。哎，那有个箱子，但是在厅里，不是，是在这个中庭，现在还过不去，安全。哦，OK。哎，哦，那过不去啊。我们进去啊，这玻璃能打碎吗？这能挤过去吗？我这爬过去也可以，我人瘦。
emergency 啊 ，emergency vaccine 什么 research 啊，还有。欢迎来到 Lavenue Bar 的一楼的办公室，请您对着对讲机说明您的来意。录音带播放器。啊？这啥意思啊？可播放这个合适录音带播放器，你必须放入。没有磁带啊？行。那我扔了不行吗？这电脑啥的你不捡起来？那捡个破录音带。我们往这边走吧，因为这个中庭啊，我还是比较想去的。啊，这个房间在外面。呀，呵，都在这呢。我去！哎呀！不是，我刚想逃跑。等一下！哎，行啊，没事，安全，撤。怪太多了。啊！怪越多越说明这边越重要。吓我一跳，我去。去他妹的，我去。我去。哎呦。冷汗都呲出来了，我去。啊！这个门怎么进来啊？这个玻璃能打碎吗？不能啊！这个卡我没有，那就只能往这边走了。这是去二楼。这有个玩具熊，这能过去吗？啊？没事啊。哎，开不开门？锁住的门，所以有可能之后会有一个开关，然后可以帮我们把这个。这些锁着的门都开开啊，包括这个门，对吧？以电子锁锁住的门啊。这里我们还没去，是不是？过去看看去。有点吓人了啊！哎呀，什么声？哎，啊，录音带，啊！二林医生，你在里面吗？我是来救你的，快开门！声纹匹配不符。声纹？什么科幻片才会出现这狗屁东西？我们可能是需要找这个录像带，这个录音带，然后在这播放这个声音。9月25日，护士日记。他们每天都送来更多患有这种神秘病的患者，镇静剂无法消除患者们亢奋状态，所以我们给他们穿上树衣，并将他们转移至隔离病房。但问题是，隔离病房已经人满为患，而院长依然要求我们免费接收任何有症状患者。他期望我们做什么？祈祷他们好转吗？我们又没有治疗这种疾病的方法。
而且困扰我的事情不止这些，这些患者死之后不是由一般的捡尸小组来带走尸体，院方解释说特殊处理这类患者的尸体是为了防止疾病扩散，可我不太相信这种说法。米兰达曾在晚上看到有些人推着一具尸体穿过一扇禁止进入的门，为什么？那里是哪里？他们要做什么？米兰达不是八代的那个大夫人吗？哎，这还有个绿草没看到吗？啊，可以，那我们就原路回去，然后到二楼。啊，一般这种箱庭式的这个游戏啊，都会让你反复的来回的走。哎呦我去！啊，就是为了延长这个游戏时长。啊？是假的呀？假的，吓我一跳，还浪费我一发子弹。什么声？什么声？哇，满地的番茄酱，这可能是巧克力酱。晚上太暗了，看不清颜色。什么声？退退退！Exit， 出口，出口成脏了。还在这装死在这儿啊！走，向我招手啊！你看，非常棒。然后我听到，哎，这儿呢。好。天台，这是什么？苍蝇拍。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二楼跳下去啊？嗯，哦，安全屋 ，nice。I like this room so much。这是什么？护士日记啊，小护士的日记。9月27号，我们已接收了超过20位神秘病患者。隔离病房的患者出现肢体严重坏死、高烧不退、胡言乱语以及食欲过剩的症状，可能是受病毒感染。已试过各种抗菌剂，研究部仍未反馈任何血液分析结果，再次询问。杨医生啊，在治疗其中一名患者时被咬伤，我们为他消毒了伤口，但他依然高烧不退，任何方法都无效。同时，门诊部也比较混乱，患者们异常亢奋，而且越来越具有暴力倾向。我们已请下班的员工们回来支援，现在是全体动员了，我们必须控制这场混乱。哎呦我去，不来该多好！